苹果独家抢先看新 iPhone 长这样，白白的 Home 键。苹果发表会将在台湾时间9月13号凌晨1点举办。苹果记者独家抢先从配件大厂取得新一代 iPhone 模型机，归纳出以下重点。整体外观来看，新一代 iPhone 都没有 Home 键，等于没有指纹辨识，未来势必要用脸部和密码解锁。这支呢是 iPhone X，这一支也很像 iPhone X。除了机背的玻璃材质，6.5寸的 iPhone 看起来就是放大版的 iPhone X， 功能键配置都和 iPhone X 差不多。虽然模型机不能开机，无法明确知道萤幕设计，但从新款 iPhone 萤幕保护贴看出，保留了刘海位置，推测应该还是刘海萤幕。另外，低阶版的6.1寸 iPhone， 从模型机上很明显可以在镜头上发现不同处，搭载单颗镜头，闪光灯在镜头下方。在侧边的功能键上，其实都大同小异，就是会有静音键，然后音量上下键。比如之前的电源键跟 SIM 卡插头是靠得比较近，那这支是把它分得比较有点开。被猜测会是首款支援双 SIM 卡的 iPhone 手机。另外，盛传新 iPhone 会在台湾9月21号同步上市，配合模型机，多家厂商开模量产新一代保护壳，都能紧密贴合套入，模型机的尺寸可信度颇高。但唯独厂商对于 iPhone 的新名字不敢下定论，只能用2018 iPhone 6.5寸、6.1寸和5.8寸来做区别。